我知道了，《精品购物指南》没有拿芭莎杂志的呀。题目我知道了啊，《世界军事》。 我叫邓草草，疾风劲草的草。疾风劲草，你好像迟到了。是迟到了。我路上遇到一个特别没有素质的司机，溅了我一身的脏水，一脚油门就跑了，害得我这鞋跟也断了。我能够走到这儿，就已经……你是在说我吗？ 什么车啊？越野车。 小姐，您可以试搭一下这件外套，看看是不是您喜欢的风格。好。我喜欢这件衣服。喜欢好啊，喜欢我就给你买了，喜欢这店我都给你买下了。真好。<笑>看看那边。可以，就这套吗？加这双鞋，那位先生买单。好的，小姐。 记得帮我的鞋包起来。哎，先生您好，一共是4980元，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？现金吧。好了，该赔的赔了。 该结的也结了。嗯，该聊点正事了。说实话，龚先生，其实我是不想来相亲的。实话实说，我也是。那太好了。回去我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说，我们对彼此没什么感觉。嗯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们俩挺有默契的。行吧，有缘再见。 拜拜，拜拜。
喂，老首长。哎，怎么样？见着面了吗？啊，见上了，见上了。哎，你把电话交给那个立文那个同学。快点儿，我夸夸你。啊，首长，正好他现在刚去了卫生间。哎，你这小子，你别忽悠我啊！你可别给我搞那个阳奉阴违的事儿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啊！啊，是是是是是，您放心吧，我会严肃对待的。你请人家吃饭了吗？啊，这马上就去请。记着，买单。哎，是。你呀，就是个操心的面。那怎么办呢？当初是丽君对不起他呀。你好，你好，刚才买的这双鞋不是特别满意，我想给他退了，小票在这儿。好的，请稍等，谢谢。小姐，这是返还您的现金。谢谢。刚好我有点饿了。慢用。你就请我吃这个？翡翠白玉汤，玉。
我去个洗手间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东西。喂，龚先生。啊，我临时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慢慢享用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见。外面喝酒，几点回去说不准的，明儿再说吧。你说这个龚晋他也太过分了，见了你一身水不说，就请你吃个砂锅豆腐。哼，不过也行啊，这么短的时间也切了人家4000万。你没看他当时那副德行，我不切他，那都对不起我自己。这种人啊，就是极小气、抠门、猥琐、没礼貌于一身，全差评负分，别再让我见到他。不过我认识的龚健原来从来不这样啊，现在怎么变的？你放心，等我再见着他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算了吧，哎，我这青菜香过了吧？那我那工作怎么样了？哎，对了。我跟孙南威说好了，下礼拜一去带你去上班。不过啊，工作你得尽快上手，这样才能方便你找儿子。谢谢你啊，这顿我请。谢什么谢？请我的话，放贵的了。老板，变态鸡翅。前有老首长给你相亲，后又有女助理晚上给你送拖鞋。你小子最近桃花很旺啊。桃花一直都很旺。就是可惜我这桃心已经死了。哎，我觉得你那女助理挺懂事的，收了。世界上最蠢的事儿，就是把女下属变成情人。啊，那就把女情人变成女下属，那就更蠢。所以我就戒了。你说她要不是你下属的话，你会不会动心？也许吧，不知道，没假设过。不过我感觉我好像对女人没有兴趣。你对男人有兴趣？你懂我。你别吓我啊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吓死你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乔小瑞不错，人很能干。这几年一直在我身边工作，尽心尽力，对我也很好。我不是木头，也会冲动，也会有一些感觉。可我就是不确定，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对女人又喜欢呢，还是生理需求。当你没法确定你对一个女人是喜爱还是生理需求的时候，那就先找另外一个人试试。
试完之后，你对那个女人还是念念不忘。恭喜你，动心了。王康。哎，他就是。吃西餐了，卡秋莎，钢琴弹得特别棒。要不你先试试？来，走吧，聊聊。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备用钥匙是备用的吧？送拖鞋啊，昨天就想送过来了。你不是在喝酒吗？我就今天早上过来。你送公司不就行了吗？还专门跑一趟。您现在不是不住公司了吗？再说这也没多远。那直接进去啊！你不有钥匙吗？干嘛在这冻着？我这是备用钥匙，这备用钥匙就只能是备用的。来，我来。谢谢。澳大利亚羊毛做的，特别暖和。你试一下，大小不合适，我给你换。不用试了，差不多。这衣服脏了吧？我给你去洗啊。哎，不用，那个你还是赶紧去上班吧。你不上班吗？我去啊。那咱俩一块儿去呗。咱俩。喂，哎，首长。您有什么指示？文健，不像话你啊！你跟人家这个女士见面，哎，你不说你像什么夏天般的那么热烈吗？你至少也像春天那样的温暖啊！你不但没给人家温暖，还借人家一身的水，而且是脏水，像话不像话你？啊，请人家吃饭，你要给人家吃什么？吃羊杂汤，人家一辈子就没吃过羊肉，就怕那个膻味。像话，真是！我跟你说，你要像这样下去，一辈子找不着媳妇儿。不跟你说了。这个恶人先告状了。龚总，这衣服不能水洗，我拿去给你干洗了吧？啊，不用了。拿去扔了。别啊，这衣服应该挺贵的，我还是给你干洗了吧啊。哦，剩下衣服在洗衣机里呢，等好了你自己晾一下。那我先上班了啊。有话慢慢说嘛，干嘛发这么大脾气？就是啊，叔，咱俩在生什么气呀？我就琢磨不明白一件事儿，你说龚健那么大一老板。怎么那么抠啊？他哪是抠，他就不想把这个事办成，我知道的。嘿，那他怎么着？想打一辈子光棍啊？叔，你必须得说说他这事儿。他打光棍，活该。来，叔，这个苹果，给我钱。叔啊，那个龚健的公司啊，现在正在招法务团，你去。
去帮着搭个话，给孙大威那律所说和说和呗。让我走后门？没门儿。这气派绝对盖过冯尚香，漂亮，盖过人家干什么呀？我第一天上班穿得正式一点，还行吧？太行了，咱们这叫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不用管别人了，漂亮就是漂亮。走，欢迎啊，欢迎您加入我们。要是有人想欺负他的话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哎呀，小主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草草贵人照顾好的啊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孙俪，大胆，定在香格里。这不是上次丢了我东西的快递员吗？这位呢是邓草草，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孙律的助理了。冯律，我重新介绍一下，前段时间我不是说想找个助理吗？这就是我的新助理邓草草。草草啊，这是我的合伙人冯尚香，冯律师。你好，上次的事情对不起啊，今后还请关照。你就是那个念了法学硕士，一毕业就跑去结婚生孩子，后来被老公踹了，因为孩子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，你们聊。你现在几级啊？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，白读了一个法学硕士，你这个样子一点经验都没有，怎么当助理啊？冯律。他又不是给您当助理，您操什么心呀？我怕把他带出去，砸了咱们律所的招牌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行了，先实习吧，试用三个月，最基本工资。上班要有上班的态度，你这个样子来上班，谁是老板？小气，甭搭理他。哦，对了。周大记者，北澳地产那边的事情还麻烦您费心，我们这个小律所能不能翻身，全靠你了。放心吧，我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什么北澳地产？哎呀，一会儿跟你说。来，坐在你的位置上。上次你介绍给我相亲的那个龚剑，真的是北澳地产的？当然了，他一转业就过去了，是他朋友的一间公司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现在跟他闹那么僵。喂，一码归一码好不好？我给你介绍的是男朋友，又不是让你去色诱去了。你看不上就看不上呗。哎呀，要是孙南威原来的那个合作伙伴在就好了。
谈成你这单生意，小菜一碟。人家可是个超级大律师。那那人去哪儿了？中风了。哎呦，所以现在只能靠孙南威和冯尚香两个人在那撑场面了。我本来想跟我叔叔说，让他给搭个线儿，结果人老人家不乐意。我现在也是律师事务所的人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把那龚健电话再给我一个吧。我记得给过你啊，哎，删了，就没想再跟他联系。那，你别光存呀，直接打吧。你还要我打？哎呀，你等会儿。喂，哎，龚先生，你好，我是邓草草，你还记得吗？邓草草，疾风劲草，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啊，上司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我计较了。我请您吃饭吧，将功补过。请我吃饭？回头定了，我们发信息。拜拜。好样的。就这么干。让你来一下。龚总。嗯。您找我。那个昨天让您洗的那个衣服的票还在不在？哦，在。哎，要不我取了直接给您送过来吧。啊，不用，你把票给我，我取了直接给人家。好。嗯。车不错啊。还行。干嘛请我吃饭啊？就觉得你人不错。是人不错还是车不错啊？都不错。你这人反射弧够长的了，回去睡了一觉才觉得我人不错，是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哦，突然想起来，你衣服还在我这儿。放心吧，我给你洗好了，在后备箱呢。要是因为这个没必要请我吃饭，太破费了，直接拿走就行了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多话呀？我就觉得你人不错。所以才这么说的。说完以后，也觉得对你不太公平。就请你吃个饭呗，行吗？行，都这么说了，这么有诚意，吃呗。哪儿吃去啊？都行，只要不喝羊汤就行。你这个人是什么星座呀？啊？怎么这么执着呢？我不让你喝羊汤，你吃羊蝎子。那你这人什么星座呀？咋那么不喜欢吃羊肉呢？这跟星座没关系，我属羊，所以我不吃羊。哦，我属虎，就喜欢吃羊。想一点啊。你怎么着能把我吃了？行了，那饭也请了。该说的话也表达清楚了，你打车回家吧。哎，你什么血型啊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冷酷啊？我一女孩大晚上请你吃饭，你让我打车回去？那你想怎么着？你送我一趟怎么着？你车会爆胎啊？住哪儿啊？柳芳城。哪儿？柳芳城。上车。没行，我明我天天停到那儿。我天天停这儿，怎么了？车位就这么多，谁他妈来算谁的。
这么多车位，你非得在这停啊？停别的地方不行吗？你瞎吗？看我们那车都满了。有方城东物业，总是这样吗？关键车位太少了，前段时间还有人为这打架呢。物业和安保都不怎么样。就这儿了。行了，我到了。住几层啊？干嘛呀？你想上去坐啊？你想请我上去坐吗？我没这个想法。我也没这想法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表耀集团的吧？你们那儿是在招法务团吗？刚好，我是尚威律师事务所的。有机会的话，能请你帮我们推荐一下吗？原来你请我吃饭是为这事儿吧？是啊，不行吗？就当跟龚总交个朋友吧。行，那就谢了。喂，阿瑞，我住到柳芳城，我才发现这儿的物业问题很多啊。这样，明天你让公司物业部的人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柳芳城，是我们的样本工程，物业很重要。好，就这样。走啊！我看雪呢。你怎么又下来了？因为我看你还没走啊。来，为了今年的第一场雪，陪我喝点。是应该喝点，可惜我开车。可以找代驾呀，或者把车停这儿。嗯。那我住哪儿啊？你是在勾引我吗？你是在诱惑我吗？我就不信你那么没定力。那要看什么时候。比如呢？比如现在。现在是挺浪漫的，要再有点音乐就好了。所以只想尝尝。下一站的遇见，终于把你找到，就算没有对白，也依然很美好。下一站的遇见，别
让停车，下雪堵路了，赶紧开走一下。穿成这样子，就来上班啊？上次那身不是不合适吗？我就想简单一点。简约不等于简单，你得注意咱们律所的形象，要专业，要职业。冯律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上次草草穿的套装您不满意，这次草草穿了休闲装您还是觉得不合适，要不这样吧，干脆不要穿。哎呀，走，丽文呐。你这是想我了？德行！冯总，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呀？听谁说的？感觉。是不是上次你让我干洗那件大衣的女主人啊？湖岸开发方案给鲁经理送去了吗？送去了。下午开会要用啊。啊，我知道。你觉得鲁修成怎么样？人挺好的呀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一表人才，又是耶鲁海归，我觉得以后你可以跟他多接触接触。谢谢我，这周末东方商学院成立3周年酒会，我这有请柬。哦，你们也好好做做公关，到时候宣传宣传你们这里。这个酒会我知道，规格很高，请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。周记果然神通广大，能找来请柬。丽文心里有我，有我。有个屁！我是因为我们家草。好，你看，我这儿呢还有酒会上的一些特邀人员的名单。你把所有人的背景资料全部挖出来，然后背熟，要做到可以看脸识人。记住啊，见第一面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谈生意，要先跟人家套交情，然后慢慢渗透，懂吗？这么多人的资料，他一个人肯定做不完，分下去吧，一人20个。周记。你就帮人帮到底，做我们律所的外援，可以吗？啊，我可是很忙的。孩子他妈，你就帮帮忙嘛！我要是破产了，咱们儿子的生活质量那是会下降的。你看你这点出息！手机按键，只能打给。
情，不能给幸福下一个定义。大抵是一起说笑，一起承担风雨。转过几个转弯，才会遇到知己。经过几次失去，才会懂得珍惜。花开的香气。